2018年嘅世界杯，我相信比起以往嘅世界杯会更加热切，因为咧我感觉到咧，因为而家中国嘅移民嚟多咗，咁变咗咧就我哋发觉咧就系嗰啲人个热切情况，比起我哋旧时净系香港人咧，我嗰个疯狂情况系仲更加热烈啊！旧时我哋大部分都系做啲叫做香港人嘅生意啦，咁比较含蓄少少都有嘅，都会嗌嘅，但系其实你而家见到嗰啲。話大陸嗰啲新移民咧，嗰、那個瘋狂熱切程度基本上係好犀利下嘅，咁係好開心嘅。我會覺得咁大家喺個同一個波，大家大嘅聲嗌，大家歡呼，就好 enjoy 投入去玩一個比賽，咁係好開心嘅，即係咁講。